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。クアイチェホシニク。シズカロン。哦，太阳泉呐、啊，干，好无咯。哎，我们很难得哎、欸，我们不是坐高铁，今天要去估车，好吧？哎、欸，看我帽子戴这样，啊、头发用出来有没有？有没有像假小司令？假小司令啊，挖宝贝，你知道吗 ？Baby baby baby， 哦，来 ，baby baby baby， 哦，不是这样唱吗？假小司令啊，要拍内裤广告，下面还要塞东西，有没有？有看过？他有塞东西哦。啊，没有塞有 P 吧？你拍内裤广告你不塞吗？我是不用啊，觉得那个内裤应该没有一件包得住的啦。不要再逼我讲战斗陀螺的事情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时间到林口去，好要半小时以上。我们很难得开车到林口去收车。正常来讲，这种缺应该都是泰山跟柯P在去的。哎，这次不一样，我们身为一个好老板、体恤员工，柯P还在恢复当中，对不对？泰山没有好过，所以这一趟我们自己去。哦，阿哥也是去雇一台手牌车，手牌的。所以你等下别想开那台车回来，等下那台车一定是我开的啦，好不好？你就是开这台 BNI 引导部啊。好吧，这次我们真的体恤员工，我们是不敢称自己说是好老板，那至少还不错吧。这种塞车塞葵林口呢，这种死缺我们自己去呢，我等一下开手牌车我还要塞车回来呢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老板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因为今天的车主是女孩子，好吧？啊，我绝对不是的原因。我是结婚的人了，婚姻是神圣的，好、哦，要尊重我们的这个婚姻。我只是体恤员工去的，跟车主是女生绝对没有太大的原因。不是为了要帮我找对象，帮你找对象，你不用啊，你那个网络上那么多男孩子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考虑跟泰山同一国哦？哎，我叫泰山带带你嘛。有空出去见见世面，欸、其实有时候这个双龙土猪也是不错的啊。你想想看，哎，万能插头很屌哎、欸，那种旅行用插头有没有？它这一面也有插头，但是它后面也可以被插。对啊，当个万能插头，物尽其用也不错。你不考虑一下吗？你不考虑一下吗？我已经结婚的人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如果没结婚的话，不要说考虑了啦。以我的个性，大家都同一国没有关系，可是我没办法啊。你们好好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接下来我们去林口看一下那个。女生漂不漂亮？不是、啊，那车漂不漂亮？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一个卡接就到林口了，我要慢慢塞车了，好不好？这我跟你讲，我不能讲太多，那车主会看。你想想看，私婚，然后这个又是手牌车，代表女孩子根本不会开。她离婚以后车放在家里，哎，车男的没拿走。对啊，她手牌的啦、啊。我问她说车是她的名字，你不觉得这个去还蛮稳的吗？是啊，她如果不会开就。对啊。没有啦，可是这台车我也报很高啦，报完以后稍微再去了解一下市场行情，我报的真的蛮高的。这个就算吼、哦、他不卖给我，他去外面比应该比不到价钱。可是我们这个人上报了就报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有这个行情。有时候、哦、这个市场是这样，会卖的人价钱就会报的比较高，除非是神经病跟我一样，有时候神经。有时候我没有在管行情的、啊，我就想买啊，没买过啊，好玩啊，我就想买啊，我就没有在管行情。有时候是这样。要不然正常来讲啊，不要说是笑、欸、外面的车行大家在价钱在评估都是差不多，上下真的不会差太多。差别就在他会卖，他真的是愿意高个一两万、两三万来买。常有这种情形啊，有那个同行的问我哪一台车的价钱行情嘛，对不对？过没多久，车主又来问我，就同一台车，别的他可能问别的车行了嘛，那别的车行不会啊，不懂卖啊，大家就来问我啊。就过没多久，车主也来问我、啊，然后我明明就知道车主在外面已经估过了、啊。我还是跟他报价，可是你想，如果车主找到我这边来，他直接卖我价钱是不是最好？要不然他卖别人又过一手来卖给我、啊。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形，我都跟车主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去外面比啊，我一定最高了。而有时候想想这样也不对啊，大家都想买便宜，我也想买便宜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难拿捏啊。报高也不是，报低也不是，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关掉让我休息啊？你妈的，你一直录我就一直要想话讲，随便你啊，你要讲不讲就不讲。啊，那我想打手枪怎么办？等下塞车无聊，等下开车无聊，我想打一下手枪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可是其实他很快，他说三十一分钟到了，因为他是一个那个上班族，六点下班，所以我们也只能这个时间去。王伟啊，怎么还有重机？现在很难。我还以为那么强哎、欸，重点是你会开吗？我有开过两三次了，你没有看过。所以其实不太敢开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很可怕？他停到这边多久了？
哦，快两个月没动了。啊，这个当初是买新的、哦。当然新的。啊，它是不是这边有撞过？为什么我这样看就看到了？就是有挂，因为那时候是。还有门啊。摩托车，啊，就一刮伤，我们都不想，所以就全部换。对不对？直接出去。我这第一关你还哭，这家都看到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螺丝，这两这个门跟这个叶子板。啊，我还有保护，我有延长保护。延长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好像这边嘛，这边螺丝又转，有没有？就白白的，有没有？这个也白白的，可是它贴子还在。然后我刚照里面，我刚照里面这叶子板的内侧，内侧是白白蓝蓝的，有没有？那就没换过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调整，就是他刚讲的，他可能当初我都把 A 掉嘛，然后可能这里有板烤，然后你来看这边侧面，我刚刚一开门有没有，我就看到这颗螺丝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哎、欸、不妙，可是看前面贴纸跟速败物原厂的 mark 都还在，所以这个应该没有换就调整，然后这个门有没有，这螺丝有转，这是门的螺丝，下面也有喇叭嘛，门板下面这个螺丝有转，好，就这两个调整，保护到什么时候？我看不懂，好，我要帮你看。延长两年四万呐、啊，所以你这是2017啊，正常是三年嘛，17到18，18到19，19到20，然后再延两年嘛，20到21，21到22，所以到22年，到22年的9月，啊37000，它白灯，86的话红灯，就外框啊，时速表外框，它是 BRZ， 原厂保养哈，啊他说之前他有。询价过了，就一询就可能价钱就可能就报比较低这样，所以他就找我来。接下来我就看一下他这个外观还要不要花钱，骨架看完了。哎、欸，外观都没怎样哎、欸，开车技术还不错哦。哇，轮胎比较旧，轮胎16年，轮胎新的到现在哦。新车到现在。对，也是一样是16，所以新车到现在都没换过。好。看完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怎么弄？我们要去你家写写、啊、一写，顺便搬备胎。比较凉，对。可是你可能还要跟我下来，因为你要帮我开，还是这个开出去？你自己开。没有，我是说砸门。啊、哦，对啊，我等一下跟你下来。好，走，那我们方便哈，不会不方便哦。没关系，我是怕你不方便。哎、欸，丽华啊，我买车有附这些书吗？那、啊、你要加多少？我、okay, 还要加，还要加，就等于我买这些书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书没有那么好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爱这个车呢。哎、欸，够杯神风哎，这塞下孔就进哎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有那个酷哎，喷到土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之前我拍过那个五哎、欸，我们那也是四门的、喔，就这个啊，我跟泰山去山上拍的，你看。我看不到路，你光子照我鸡巴，妈知道我瞎掉是不是啊？上去就走了是不是？你还要跟我聊天吗？没有想聊天，你不用上去，你不用，你上去就好了。我反正我过这个门没砸到了嘛。没了没了。好啦，保持联络，好，我明天帮你处理。好爱他。会啦，谢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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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哦。拜拜。谢谢哦。还有没有哭？还有没有眼眶泛泪？应该还没。我跟你讲，那射手座看起来很开朗，内心应该还是很澎湃吧，只是外表开朗而已。好，先暂停一下。哎、欸，手牌已经很久没出现了，我跟你讲。好了。好、啊。他在开车，要开慢一点哦。嗯、啊。你为什么开那么慢？有慢吗？我都回来嘛，尿完尿，吃完泡面了。哎、欸，蛮好开的啦，这真的赚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遇到女生价钱都不会谈？因为我跟她买的价格就是我跟她报的价格，一毛钱都没扣到。刚到了才知道，原来她跟我们有业务配合。我们刚不是在那边讲，我们是往那叫什么？电话交友。电话交友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业务配合，她常常都会打电话问我事情，然后我都回答她，她就说我都很冷淡。啊，我怎么知道是她？结果她竟然还卖我车，你看世界就这么小，而且以后还会继续配合呢。还有一个是车真的很漂亮啦，我跟你讲，她这个车哈、哦，只有这边。跟这个之前说那个被 Autobuy 有没有回到有调整过考过漆而已，其他都原漆啊。而且我刚开回来的时候排档很扎实，
故障明确，底盘安静无异音。我跟你讲，他刚拿出来一叠的原厂保养工单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从头到尾都要原厂保养，啊，跑3万多而已，啊，回来换个轮胎是真的啦，啊，保养也保养过啦，啊，放2个月没开，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情，我不知道我跟你说，哎，不然我先说啊，到时候如果可以留再留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他最近在走霉运嘛，他说他跟他离异嘛。然后又招小偷，财产都被干光了，所以他想说把车卖一卖，为什么晚上还在施工？然后我跟你讲，射手座女孩子是这样，表面上很好相处，可是你很难 touch 到她的 heart， 你知道吗？射手座你有没有研究？没有，我没遇过。射手座女生在表面上非常开朗，可是你很难知道她真的心里面真正的想法。啊，人都很好相处，所以哦，我刚刚其实我是跟她开玩笑，可是哦，我是希望她不要太难过，可是其实我觉得她心里很难过。观众朋友下面就会留言的啦，看射手座是不是那么表面啊？不是，你知道谁射手座吗？林志玲，是不是很表面？我不知道，你有听过他什么不好的那个新闻或什么吗？没有嘛，他自己会把自己真火哦填满。他表面上很开朗，跟每个人都很开朗，他不会让自己很闲，他会找很多事把自己的那个生活都填满的那种人。这个今天最后我们跟他成交的价格就是这个。一毛钱没扣，我们人就是说到做到，扣不到就是扣不到。没有，我也消掐啦，这车最近真的缺车啦，我在拍卖场有没有，已经至少3个月没有看到这车了。我们上一台的86跟那个 F 什么 FRS 是不是已经，你去看那片子已经多久以前了？我刚来的时候。对啊，至少一年了，好不好？这车真的缺车啦，而且涨价啦，这回来我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卖掉，所以我就跟他拼了。他不够钱，他很坚持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再加上又有一点点关系，再加上真的我能体会他。你看，哎，看他家里摆那么多速八路的东西，你觉得他不难过吗？你真心觉得他像他刚刚那样表面这样笑笑的吗？你真心觉得吗？不会啊，一定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没有表现出来，让你看不出来，这是射手座表面啊，不是。哎，看第三次，我讲第三次。好啦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真的啦，射手座的不要那个啦，射手座不好搞啊，走不到心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会有一种那种，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我们也常常去吃饭，该做的也都做了，可是你还是觉得你跟她不熟，这就是射手座的女生。我是不知道跟双鱼座合不合啦，好不好？双鱼座的烂星座我是没研究啊，好不好？什么烂星座？再世鍵館、クアイチ星肉、静か論。Thank you.